大家好，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家庭巨石的保洁保养心理化知识。大家都知道，家是人们放松、休息、学习、生活的地方，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及精神状态。用科学的方法、熟练的技巧进行巨石的保洁保养，就能使家居变得干净、舒适、美观、整洁，使家人精神愉悦、身心健康，生活氛围更加温馨和谐。现在呢，咱们来讲一下客厅的清洁。客厅的清洁呢，就是客厅清洁的目的，就是通过清扫、擦拭和整理三个环节，使这个客厅变得整洁、美观、舒适。客厅啊，是一个家庭的脸面。当人一走进人家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就是客厅。客厅的整洁与否，对人的印象是很深的。现在呢，咱们就具体做一下客厅的清洁。做客厅的清洁，咱们先按照先高后低、先上后下的顺序进行清洁。咱现在呢，就是根据这个清洁的方法，首先呢，咱们进行这个墙面的清洁。现在呢，咱们拿起这个掸子，首先呢，咱们根据先高后低的方法，用这个掸子轻轻地将上面的土壤或者灰尘从上至下慢慢地掸下来，注意压尘不要太猛。如果上面有土壤的时候呢，咱们不要用压，咱们可以转动这个掸子，将这个土壤轻轻地挂下来，完了以后呢，再拿到外边把它清理干净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这个整理沙发开始，咱们先把沙发上这些个东西呢清理一下，把衣服挂到衣帽架上，把沙发上这些零散的报纸清理起来，从这个小沙发呢，先把这个沙发的靠垫放好，再把这个沙发扶手上的这个护巾塞好铺平，这样您看整理起来是不是比原来好看得多呀？整理完沙发以后，咱们呢就开始整理茶几。首先把这上面的杂物收起来，